我哋今日玩埋呢一个嘅游戏啦，睇下个剧情去到边先。我哋做个夹漫其实未开嘅，系啊。都系第二边，点解一入嚟俾人咬到咁黐线噶？呢度啊嘛，系嘛？要快搵女朋友，如果唔系被嘲笑，就系呢一个 locker 啊嘛。个 locker 有啲咩特别啊？佢离嗰个变形仲有几分钟，又变身。乜嘢叫道格福德啊？我哋不如我上网 check 下咩叫道格福德先啦。我唔知咩叫道格福德，老实讲。道格福德就有，冇道格福德喎。咩嚟噶？竞选贴纸喎，喂，唔系嚟嘅系嘛？冇啲咁嘅嘢喎，唔知咩嚟喎。人名你可能是啩，我都不清楚呢、這个。有魔法阵嘅模样，黄道十二宫。0406。9402。咩嚟噶？长办公室，打俾911，但系根本冇信号。点解我要喺呢度打911呢？诶，道格福德，哎，原来喺呢度。1970年6月15日啊，完全冇印象喎。道格福德，1970年6月15日 ，OK OK。喂，0615啊，所以系武器库锁匙卡，武器库喺边啊？武器库，武器库喺边啊？哎呀，咪过嚟啊！呢度劲危险，其实呢个位。地下，系咪喺个咩警员嗰位啊？地下，防火闸，哦系，防火闸嗰度，好灰暗嗰个位啊嘛，为咗拎呢个咁嘅度假福德嘅嘢。被人咬到，又被人咬咗啖。快佬，reception， 唔系喎，呢个唔系叫 reception 咯。好，我哋 save 喺第25啊。武器库呢个啊，好似有啲咩武器啊？呢度系啊，好匆忙咁拎走入边啲嘢，散弹枪、快速装弹器，有几快速？我将微型 SD 卡插入去就知道系咩嚟。话咩嚟噶？呢啲系？哇哇，唔系啊，话低 B 啊，我嚟拎你啲聊天记录弱智，十发散弹啊，步枪咧，咩件 China， 系啊，佢好大只字写住，啱啱都低 B， 特登入嚟谂住有把咩神兵利器步枪啊，或者唔知咩。太刀，唔
你什麼都沒有，夠膽寫俾十發散彈，然之後將你傾偈嘅聊天記錄放咗上隻 game 度，真係同志在爆粗係啊！唔知搞乜真係啊！是你，你帶嚟急救包啦嘛？點稱呼？記唔起？系咪就系你啊？嗰啲聊天记录肯定系你啦。装咗个快速上弹先啊，好啊，睇下有几快速啊，睇下有几快速啊，望下，的确快咗好多。好 ，OK， 呢度我哋净系走嘅啫嘛，我记得系嘛？佢呢一度系做得几好嘅。呢、这個過場啊，同埋佢嗰個叫做佢呢個過場，同埋佢嗰個叫呢一、这個啊呢一、这個做得唔錯，好有以前 BIOS 四嗰個風格。BIOS 四好似都有冇用呢個風格呢？好似冇喎，冇乜人。但係我有幾好似見過喎，見過呢一類似咁樣嘅過場。搞掂。教堂接待处、啊、我又回到嚟呢一个地方。头先嘅进度就系拎咗呢一个叫做 locker 道格福德，道格福德嘅 locker， 终于拎咗入面嘅嘢啦，拎咗十排嘅散弹枪子弹，再加埋呢一个嘅神器快速装弹器，快速装弹器啊，好快速，而家装弹可以。我哋继续剧情啦、啊。上次讲到咧就系呢一个地方，祷告大厅。啊，喺离开之前或者应该要试下呢个复活嘅仪式。我唔记得咩喎，望下先，温一温书先。佢要放啲咩啊？嗰、那个叫做复生之书。书有书有弊，书有弊水，书有弊水书。书有弊水 ，OK， 书呢、這个系呢、這个系水，呢、這个应该系油啊，唔系喎，呢、這个系银币，呢、這个系油，奇迹嘅事要发生啦，各位，准备，喐唔到啊，依家，什么都没发生。冇可能，一揿嘢就肯定即刻爆炸，唔知爆咗条油出嚟肯定。三二一，噔！诶，哇，又系呢啲乜嘢啊？咁有个有幅咁嘅相喺后边，好惊。有人将杂物周围都系，有嘢食啊！会即刻跳起食咗我噶条鱼，点解冇人去食嘅？依家坏咗，需要锁匙开呢个保险箱，好花俏。哇，唔敢揿嗰幅画，话时话系走两个幅。咦？呢个系子弹嚟嗰个，我入翻去先，好惊，会吓我噶呢度有。呢啲话我哋都要揿噶啦，三二一，冇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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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啲像是上代主角嘅影子，我都唔记得上代主角系咩样咯。我哋冇理由揿完呢个冇发生嘢噶喎，放完嗰四嚿嘢，好似坏咗个推门。冇事啊嘛，冇事冇事冇事。我哋问下嗰位嘅仁兄，睇下点称呼先。咩嚟噶？卡牌卡牌爆光手机游戏咧，违反咗游戏本质，因为游戏系为咗放松而唔系为咗秃头。咦系喎，的确好似佢喎。嗯，我想点歌，但系依家又唔记得啊。OK 啊，可以思考一下。
好似系着，好似系咩啊？制服圣内咁嘅样啊嘛？呢边啊？而家又行咗出嚟嘅。门锁打唔开，呢度咧门锁咗打唔开，呢啲又行多一倍。健康剂，皇家即力饮料，林边公寓前，任何节日均可享受单人房 10% off， 双人房 20% off。诶，铁链。呢度全部唔行得啦，即系行翻之行翻后去啊要。嗯，快啲行翻快先，我需要快啲揾四虎。如果唔系，我相当危险呢个处境。双人房20%不了，给我两间单人啊。诶，呢个咩嚟噶？哇喂，低能口语咩公寓？公寓的锁匙，公寓在哪里啊？哇，有你这里的木架衣摆得明服我的，这下最没有 save。 公寓是不是这间定右手边那个 10% off 那里啊？再过一层啊，好像是这个是的，公寓锁匙。哇，又是这些样子，那么熟口熟面的这个地方啊，看不出有啲咩机关，总觉得咧以前喺边度咧见过呢个诡异嘅设计。好，哇，又有僵尸，我而家唔好乱咁行，一吓到我又吓到我濑尿嗰阵。俾个地方嚟，俾我回血嘅 ，save 嘅。呢个地方乜都冇，我哋唔好轻举妄动，我哋出翻去先。顺便食个健康剂先，好，哇哇哇，开 party， 冇意思，打搞晒，哦，呢个地方咩地方？完全系一模一样嘅啲场景，楼梯间写住，啊，就有呢啲虫喺度啦，黐线。健康剂，咦，有个发光嘅嘢，楼梯间锁匙，大声啲先，哇，争啲俾佢 fit 我一镬，一打开咗锁，哦，原来去呢边嘅，哎，呢度有 safe， 哎，好啊。呢一栋有十几年历史公寓楼房咧，喺呢条街上显得格格不入。我做咗咁耐嘅管理人，你都差唔多退休咯，做咗成世啦。接楼组咧，6月15日有人都喺202号房搞事。听讲咧系咩啊咩租户嘅女人咧咩冇做安全措施咁啊，大概喺男朋友搞事啊，系咪出轨？呢、這个世界真系乱。依家啲后生咧越嚟越唔明啊，啊呢啲咧呢个罗。墮胎是吧，這些事情玩玩一下，或者是我思想太過傳統，幸好到沒有造成什麼重大的事件，我不想我公寓經常都有些警察走來走去。21號，聽說附近某個學園有個學生跳樓自殺，那棟學園聽說是可以將最叛逆的少年訓練到最聽話的下一代，全部都說大話，即是呸。一楼几个房间咧发出啲色情影片嘅声音，我咪应该系提醒佢哋咧。但系每次咧呢一班人被打扰咧，都会好暴躁，或者我唔应该咧多管闲事。6月29号有个 friend 嚟搵我饮酒，诶、哦，有啲咩特别啊？每日一篇啊，大佬要我收集。咩地方？呢、這个地方咁大嘅，反正有啲后生别管，系一样。我哋唔行左手边，左手边太过麻烦啦，因为佢要经过啲虫，啲虫系最容易俾佢咬到。虽然唔高伤，但俾佢咬到好痛。哎呀哎呀！啊，既然系我哋行埋呢度睇下咩睇咧？
点解女厕唔入得嘅？定系得男，净系得男更衣室入到？有古怪喺度，肯定有裸男喺度等紧我。好咩嗰嚿？神鸟凤凰，睇嚟唔似生物。呢一个女仔喺男更衣室做咩？我问你先系啊。会唔会起身啊？佢，我就拎手枪子弹，唔会啊？真系啊 ？OK。太重推唔喐，入唔到女更衣室喎。我要落楼梯啦，要楼梯。文好文好文好，哇！呢个地方。你好啊，又见面啦！我咁讲你同其他女仔唔一样，可以做到反抗我嘅人咧，其实唔系好多嘅啫。第一个冇我个傻仔，你仲未咧？从你小朋友嘅时候经历咧，得到啲教训啊！哇！又你，哎呀，黐线嘅你啊！喂！哎呀！哇，好难打喎！呢度系咪劲咗啊？呢条友好似都唔系啊！哎呀！哎呀！佢斩两下嘅 ，Oh my god！ 蚀咗呢铺，会唔会好大声？翻细少少先，我惊好大声。算难啲应该系话，但系佢斩两下喎。呢只本身我一开头系咪用刀打的？我记得系啊，其实打赢嘅呢只。哎呀，揿错掣，以为嗰个系落。哇！哇唔系啊嘛，有第二形态喎佢，黐线玩刀，我以为玩嗰啲咩？吓系咪嗰只咩啊？我以为玩好似东方系，好似有个角色系好似放刀噶，系咪？百刀不入，百枪不入，超劲！第一只 boss， 无限剑仔金闪闪，光斑话你话几难？哇，有啲难打喎呢只，哎呀！点解佢未死咧？我哋上次吉到佢瞓咗喺血，即系落紧雨喎，佢冇理由唔死喎呢度。唔快打 boss， 我黐线呢个真系。哎呀！难打啊呢个，飞一埋啦，有个有把刀。哇，超难避呢个，冇规律噶，好似望落，冇规律我都唔知啊。因为可以屈佢，其实呢只刀。好，食个蛋先啦呢度。好，跟住呢度。哎呀！哎呀！俾佢连死咗呢度。哎，俾佢偷个刀。咁就，哎呀，咁样射到佢咁样，佢都唔死，冇可能啊！认真咩你？我去食个药啦吓，瞬间搞掂呢个。哦，一楼楼梯间有啲咩特别啊？点解会咁白呢度无端端？
有啲恐惧，有啲熟悉嘅楼梯，咁光嘅呢个位置，哇咁多咁多友仔，呢、這个我都有印象见过呢啲场景。健康剂两支啊，非卖品，冇特别嘅呢啲系。两张不同日期嘅展报，1月9日交互式电影游戏《冰雹》嘅有，而因反对呢一个游戏加入色情内容啊冲突，编剧吉姆科斯斯科特表示咧，《冰雹》嘅主使系一名咧洛帕嘅父亲咧，寻找佢被信子杀手诱拐嘅儿子，而制作组坚持要喺游戏当中咧。加入一段男女主的性爱片段，我认为这种什么我在水里泡什么情节不恰当。然后呢交互式这个电影游戏冰雹的编剧吉姆斯科特和他妈妈的尸体呢被人在这个山脚上发现，而疑犯呢目前已经被呢警局呢逮捕。在警察呢对其审问的时候，疑犯表示为什么要拒绝呢游戏加入性爱内容，他以为他是谁，谁会关注他烂游戏的主线剧情，谁会关心这些主题，这些人呢死了阿妈才这么欠打。大作都表示呢对这个吉姆先生呢的伤痛呢、表示遗憾，对这个犯下可怕杀人案的罪犯呢强烈谴责，同时也都表示游戏的发售呢不会延期、替代的编剧已经找到咧，并且会加班咧，准时完成，令呢个大作准时同大家见面。我睇完都唔知咩嚟，其实同呢啲剧情好似冇乜关系咁啊。吉姆 ，Heavy Wing 啊，呢只咪游戏，好似之前嘅 PS 嗰啲见过。有个血迹喺度，系咪有鬼呢度？哦。呢、这个唔知咩人嚟噶，我哋执咗佢支嘢先。镇静剂，我哋行过睇下佢咩事先呢、这个。空白嘅笔记簿，边个？你系？你咪就系我个女哦？感谢信你仲在生阿女，你冇事就好好。诶？你唔识我点会啊？我咪你阿妈咯。哦，女，点解你个名我点解记唔起嘅？喂，你仲在生啊？哦，感谢上帝，我又感谢上帝。你而家喺边？喺公寓楼啊，应该系冇几耐，冇几远嘅啫。我嘅状态唔系几好啊，有大火同埋咧条路陷咗啊。咁我要兜个远路去到呢个车站。咩话？你揾到咧？自称系你阿妈嘅女人算得多一个人都不是衰的，我哋喺列车站见。是咪警察先生啊？车站好啊，我同你一起去啊，女。我唔知道，我只记得我同你阿爸咧带住你揸车要去一个地方，然后醒嚟就喺度，好多事情都唔记得啦。走啦，女，找你阿爸，佢话唔定冇事嘅。哦，普通嘅衣服，唔可以帮我全部卸下喎。看完就不用玩的游戏，突然之间有个咁嘅 BGM 啊，唔通呢个真系，吸烟室结界声，跟住慢慢行，冇理由拎咗一条友跟住冇事，乜都冇。哇！我唔想入去呢一个2014，好似系，好似系话佢唔知咩搞。有事发生嗰度嘛 ？OK， 我哋试下入去睇下冇嘢咯。多个 PTSD 啊，会唔会煮个座机 ？PTSD 系咩啊？忘记咗，睇翻要睇翻份嘢。PTSD 系咩啊？啱啱好似睇过，但我唔记得咗咩嚟咯。啊！喂呀，呢个子弹唔叻啊，唔叻啊，黐线，呢个子弹。精神病，创伤后遗症啊，系喎系喎，创伤后遗症，我已经忘记咗，唔拎啦唔拎啦，子弹俾狗咬，大佬，我而家要去边话？佢话要去车站出翻去啊，
咁少嘢呢度冇理由喎、啊，以你嘅性格唔会系咁喎，作者拎唔到沙滩之恩大亏啊，冇办法，佢哋守住我门口，我要杀咗佢先得，但我杀咗佢嘅子弹可能已经系差唔多，同埋我未试过沙滩可唔可以系打到两条线或者系系咯？呢间呢度有嘢拎，哦。哦，原来呢个箱啊，我仲系嗰本咁嘅烂鬼书添。呢、這个钳有咩用啊？所以佢哋头先响白色嗰个系因为为咗话俾我听唔系行呢条路啊。一白色嗰个有咩用啊？咁唔系有呢个钳有咩用啊？生锈得好严重，明明系电视嚟嘅，我哋睇多次。其实我都完全不知道有啲咩箱喺度，呢个咩保险箱？我睇到劲似电视，其实你话系电视或者夹埋都得噶，呢个位真系。不过我睇啊，似系有一大堆电线，跟住再播落个电视度咯。我哋试下睇下可唔可以推开佢啦，阿妈出力，啊太重啦，推唔喐啦。喂呀、啊！呢个有咩啊？呢个好似有怪啊嘛，我记得系嘛？睇你咬唔咬到我？杀烂出子弹，快走！哎呀！真犀利，清水瓶啊！清水瓶系某啲人嘅 friend 定咩？点解你系僵尸，竟然有清水喺身？啊？喺边度嚟清水，大佬？乜都冇喺度，好似心理学嘅书。咩心理学啊？攞咗个钳，个钳有咩用呢？个钳啊！好有绷带嘅，竟然有收埋啲嘢喺度，我再抄一抄啫。呢、這个就系、是、呢、這个系电视啊嘛。清水见啲 friend 啊！清水瓶，呢个系咪啊？哦，系啦。啊，钳都坏咗，我锁都坏咗啦。咦，呢度有得入去？咪陷阱嚟嘅呢个位。好，冇事。哎，又翻嚟，大镬！咩嗰只？哇！哇，好似我肥得快，黐线，唔知乜鬼嘢。有张字条，所有通向镇嘅外面嘅路咧都冧晒，但就我所知，附近嘅轨道列车咧仍然有地有可以通往镇外面嘅列车站。一辆咧已经行咗几十年嘅列车，所以有几个零件坏咗。依家最主要的目的就系确保新零件。电缆线啊，我觉得呢度会死啊！你入到去啊？哇，又入呢啲咁嘅房间。又唔知又弹过，又弹嗰啲咩小红维尼出嚟。鬼套车战士，哎，嗰条路有冇得拎嘢咧？唔知啊，我哋唔好理啊，先搵个地方走。哇！呢个地方唔似有嘢执啦，系嘛？咁啊，嗰个便利店都应该唔会有嘢执啦，我估。周围都系啲怪兽，我哋迟啲先入去。呢个地方咁安全嘅睇落，哦，肯定啱执即刻起身，吸 X 色叶嚟，俾我啊，有锁匙先打开。喂，点解咁样打啊？女性尸体有大量刀伤。哇！
哇咁窄，仲要有只木乃伊喺度。叫咩啊？大学武堂瞓喺床上古法阉制阉。厨房有子弹，摆各种嘅厨房用具。厨房用具，条丝咁似阿妈就系、是。冇办法落得入去啦。哇！呢、這个位劲危险，真系。哇！呢、這個、位入咗去出唔翻嚟，呢、這个位。算啦，我唔执啦，我支水留俾你哋饮啦。啊，费事执晒呢啲嘢冇水饮啊！你哋呢度好冇问题，搵到路啦。哇！Oh my god！ 呢度有个铁链，呢度劲窄劲危险呢条路，列车站大镬啦，我乜都冇喎、啊，有四符就得啦。点啊？吸任何生存者呢个地方已经玩完啦，有好糟糕嘅事情要即将发生。而家你能够做嘅就系启动呢架列车走。啊！列車咧太耐冇用啦，啲零件壞咗，需要電纜線啦、混合機油啦，仲有呢個保險絲，即係呢一個保險絲係咩啊 ？Fuel 啊！為咗合食咧，混合機油你需要普通嘅油啦，同埋呢個機油添加劑。我係當我煉金術師咩，大佬變出嚟啊！聽唔聽到？哇！部呢只鐵友，你已經到咗車站啦，好咩話？列車壞咗啊！你冇喐啊！我要啲路咧先嚟到，冇擅自行動啊！整車呢個我責任嚟噶。我明白啊，即使有拦住你都会开，冇啊，你可以嚟啊！唉，黐筋嘅，我之前攞到一个大型机器用嘅，我谂你咧或者需要嘅，我会尽快去呢个 offer。嗯，要要买个真人版，安装零件，电缆线已安装，黐线，有排搞啦呢度。如果表示我咩都未讲，系咯，乜都冇做冇讲。你竟然话我即使阻住你都会去做，呢个系嘛？开啊开啊开啊！弱智我都喐唔到，铁链被剪，你个钳都坏咗，我人都死咗啦。作者咧咪低 B 啊？点搞啊？咁样呢度要杀喎、啊！晒度，搞啲乜嘢？快啲入弹，有弹汁，散弹枪一飞，太好啦！爆头啦！我喺枪王面前想走，搞掂，入弹。慢慢将子弹一飞，哎 ，perfect， 听我条路啊！等咗劲耐开个锁，你睇下，跟住翻到嚟我已经钉咗啦。咦？呢条路咩路嚟噶？我咪需要翻去回一回，翻去 save 一 save 先好啲，翻去 save 先。我谂200几发子弹应该够我玩到爆机啊！冇咩，应该冇咩怪物可以抵受到200发嘅子弹。除非我全部射失啦，又或者佢杀咗我先啦。我觉得呢个 game 咧，佢系够子弹嘅，但系咧，你打唔打都打死佢有一个问题。哎呀，又系呢堆虫，哇咁多，黐线，真恐惧又，昆虫恐惧症，纸虎，啊？诶、欸，有一装其他嘢啊！击退敌人，能够代替一次死亡并且回复 HP 啊！啊，攻击用近战可以击退敌人哦、啊，好似几有趣啊！但我已经谂到一个弱智问题嘅，你击退咗人，人哋可以
人哋可以用兩格移動啊，即係你擊退咗佢一格，佢下一格就跳翻上嚟嘅。呢個擊退有屁用啊，作者？呢支咪火箭炮嚟啊？鐵筆啊？哦，系咪要打 boss 呢啲啊？喂，哇，巨型蜘蛛，喂，佢都仲要复咗，大镬啦！咁我真系要打呢只，唔系啊，呢啲都识咁样冲，斋啊！哎呀，哇，难打呢个。失血啦！我哋不如试下用散弹打下。佢嗰个难系咩啊？贯穿、敏捷、幸运，有幸运、低能。我打到 K 啦！喂，真系打 boss 呢个位。佢行翻去，哇，好远！我哋咧要用散弹啦，冇办法呢度，我一定要杀死一隻先。如果我一隻都杀唔死咧，我好危险呢度。哎呀呀呀呀呀！哇！哎呀！哇！黐筋啊！搞掉一隻，得，搞掉一隻就好好多啦。不过妈回开回两倍，然后挡伤系咪得噶？呢个得唔得啊？大难行错位，喂啊，冇事啊嘛。大难，你咪执咗一嚿嘢，跟住扣我血压烧啊！真系黐线，就执一执一嚿嘢，跟住俾佢咬我啖。呢个系咪嗰个咩混合加添加剂啊？礼物锁匙？唔系啊嘛，入到嚟教堂小房间，我知呢个咩啦？礼物锁匙系咩嚟噶？走啦，走啦，走啦！食个大补啦呢度，一阵试下咯，帮阿爸补血。我仲争啲咩啊？仲争好多嘢喎。基友，佢好似仲争一样，就叫咩添加剂啊嘛。呢度又要打一堆虫，连都唔可以喂呢啲咁嘅虫。我估计应该冇嘢啦，佢右手边。翻去 save 先，会唔会突然之间有多条友喺度等我啦？望下先，混合机友，佢嗰佢冇橙色嗰啲真系唔使啊！机友添加剂，我哋冇机友添加剂噶，试下混合。混合机友已经见底啦，混合机友用唔到，因为佢要合埋一齐先得。OK， 即系我哋要翻翻教堂啦，依家要翻翻教堂。有道门系烂咗噶嘛？咩推嗰道门？所以我哋去推嗰道门啦，依家要去，去杀埋佢啦！呢啲左头左势。喺边有火 ？Nice， 清水瓶。我等呢条上嚟。
揾呢个上嚟。好，得啦，得啦，得。收埋。手枪战一百发，哎呀，已经攞翻了。呢个收埋。战士啊！好搞掂。咩噶？步枪子弹，但我冇步枪，我朋友。俾咁多子弹我做咩啊？食啊？定系攞手弹啊？TNG 饭店啊，呢度有咩？哎呀，争啲俾佢阴到我！如果呢度要执嗰支水咧，我一定要杀咗木乃伊先。只木乃伊应该系最麻烦，因为佢行得太快咧。诶、啊，系咪呢度啊？礼物的锁匙，榴弹发射器，炸榴弹，炸榴弹个名怪怪地，炸榴弹。想下先，我哋要翻去 save 先，我哋翻教堂，唔好谂啦，翻去教堂先。咦，這個、教堂点去啊？唔记得咗添。教堂可以行翻翻去，呢度 save 啱啦。翻去 save， 玩咗两粒钟喎呢个游戏。林边公寓前诶，暂时子弹数都多，可以杀下啲僵尸。如果太多嘅话，真系即系窄巷嗰啲，好似头先咁样呢、這个位系嘛？系啦系啦，喺呢度啦，呢度有 SD 卡。上传文件献给罪恶的那个人 APK 咩鬼嘢嚟噶？整蛊代码点开咗佢发出叫声，而且声咧删唔到。低能呢、這个真系佢哋倾偈啲对话嚟嘅喎，完全对件事冇任何嘅剧情帮助。咩 SD 卡唔想睇都焗住要睇嗰度啲嘢。是不是这道门啊？不是喎，我想那嚿嘢有咩用啊？唔紧要，我哋行翻翻去睇下边条路未行过先。我哋依家争呢一个嘅混合机油，唔系机油添加剂啊嘛？定唔知混合添加剂？总之就系争一样啦，依家。顺便清晒啲怪，唔会啊！清晒啲怪都真系几多效，好多效喎、啊！诶、欸，入便利店，便利店我哋未入，便利店有癫狗啊！有咩用啊？呢度乜都冇，好似唔紧要，我哋下次再嚟呢度咯，一系啊，入去呢度睇下啦。杀咗啲先啦，只狗好癫啊！一阵冲佢咬我，有冇办法？啊，搞掂！哎呀，有上有落，啱啊！我就要杀晒佢哋，之后翻嚟睇呢度。呢两只嘢有咩分别？我见到只眼唔同咯，好似。我猜下会带翻翻嚟，叫开道门。OK， 啲狗啊！慢啲，好惊！冲啊！诶、欸，呢支咪就系嗰个混合机油？喂，咩事啊？大镬啦！呢铺出边有嘢嚟啦！你好惊，唔好惊上，唔好惊上啊！系咪即刻会锁到门啊？呢度会，哦，
哦，呢啲啫系嘛？哇，差啲俾佢屈死咗呢两只木乸伊啊！孖啡个上下咪加荣，我呢间试下咯，既然系咁，如果系嘅话，我哋可以食咗佢。依家系咪齐晒啦啲嘢？我估系啦。我哋去到 safe 位之后再试下啦。我哋死癫佬，唔好过嚟啊！呢个位点样入去噶？试下帮下妈回血，一阵试埋咯。呢个执咗啦，步枪子弹啊嘛。呢度呢度，唉，我执齐嘢，你又翻嚟压招啊你！试咩话？试嗰个吗啡啊？好似系喎，咁样可以强化自己身体嘅。我记得以前好似系有下时间嗰个计时，试下帮妈回血。有咩咁特别帮佢？佢唔可以装嘢，唔可以除衫，唔可以装辅助品。佢可以挡伤噶嘛？依家，跟住再 save 一次 ，save 喺第41。好、哦，你都仲在生，太好啦！警察先生，就得你一个警察就咩事啊？你警察你知道啲咩？点解会咁噶？唔好意思啊，女士，我其他同事系死咗，变咗怪物。我知道保护市民我哋警察职责，但系，唉，依家情况我都唔应该咁噶，我应该道歉啊，应该保护市民，但系依家咧自己咧生存都唔容易，系啦系啦，我 feel 市我安装好其他咧零件，你去嗰边装啦，等发动咧就冇办法翻嚟啊，走之前要做好扫做嘢，系咪做晒啦啲嘢？黑山羊妈妈，你做晒啦嘛系嘛？应该。一个包可以回两倍，即系赚咗个血爆，有啲咁嘅情，有啲咁嘅事，点样玩啊？呢个基友添加咩啊？混合基友，混合基友，补充完毕，发动列车，再不能回来，你确定要发动吗？确定，唔好意思揿错掣，确定。诶，咩事啊？到啦！发生咩事？到啦！车门唔见咗，吓？喂，左上角有个心心喎，左上角有个心心，同埋有个黄色嘅弯。嗰、那个弯弯嘅旧嘢喎，系代表啲咩啊？系咪代表嗰、那个嗰支吗啡？喂，咩嚟噶呢个？又开始紧张啦，要入咗。简单嘅问题游戏，众所周知咩？本子有多种分类，以上四种边种最应该咩？亲妈宝贝，大佬啊，我唔知道你阿妈血腥乜鬼嘢？呢、這个请翻译各位。咩叫亲妈宝贝？恶朵？无限列车、异世界列车、纯爱乜鬼嘢啊？药物？即系佢系讲紧嗰啲漫画嘅剧情啊？定咩？等我就去厕所先，各位。心疼得住阿母，好去厕所。看哪种最应该死阿母？哦 ，OK， 都睇唔明阿妈大佬咩叫恶朵啊？呢度有血腥、纯爱、药物，咩叫恶朵啊？不如试下恶朵先啦。我谂最唔熟悉嘅系呢个啊 ，bang。你即刻炸咗，好，我有冇牛头人诅咒死？
一定是純愛。純愛？是喎，純愛是。我真的不知道他這個作者是用什麼來什麼的。你正在瀏覽什麼圖？評論一撇和有一條，原來只要畫這個圖就可以獲得上萬收藏。對這種發言的最恰當的處理。什麼圖是什麼圖啊？門上寫人肉出發，言者無親，居住被張之殺死。下一個一笑自知，截圖咩發到聊天室群組，或者在相關群組掛人，完全不知啲咩用語嚟喎。附和該條評論並且吐槽當下。哇 ！R 十八度咗，获得高人气现状，我唔知系问啲咩，我唔知系问咩。啊！一笑自知，啊、人性大考验，又可以开赌局，啊！你就唔开了。是不是最黐線？我想這個作者都是要回答最黐線的那些啦，是吧？我們試試選一吧，這裡。人肉出發，言者母親居住地。啊，是吧？果然你和我們一路人見到啦。這個作者就是想人這樣答啊。怎樣啊，作者？你不應該入油由你那些討厭的人擺布，如果你沒得選，拖出自己的道路。什麼來的？你覺得對一個母親已經對一個母親已經去世的人開玩笑，你媽死的時候還很過分，什麼鬼嘢啊？已經哦 ，OK， 哇！啲字真係佢啲前後調轉曬喎，好似你覺得對一個阿媽已經過咗身嘅人講你媽死，係一種好過分的行為。不過法我知再開玩笑啊，唔使問啦，作者一定係呢個啦，啲性格扭曲嘅作者得啦，第一個喂。不過無傷害破，哇！黐線嚇死我，以為我要炸死我。唉，眾所周知最有人性啊，一定一笑自知，不過分啊，梗係唔過分啦、啊。黐線，歡迎你啊，我哋大家庭啊。喂，都冇打波，上面有啲咩嚟啊？唔好走。黐線，低能呀、啊！我係自己人啊，大佬。搞咩啊？可以叫我揀反话啊？系咩？我系自己人嚟喎，做乜打死我啊？黐线佬，早响啦、啊，大佬！哇！一定系揿咗之后揿取消啊？哇！点搞啊？开出自己嘅道路啊？系咪开出自己的道路啊？咁我打边一道门啊？试下咯，再考虑下。门上海两破旧，点解得呢个系有好破旧嘅？睇下呢度冇好破旧，呢度系冇好破旧嘅吓。哇，去咗啲提示位都几唔提示啊！试下，咦？点解多？啊，系多把榴弹炮。哦，真系咁样喎，机关都爆咗。你是道德大师，五合群等住你之后死亡。有冇弹先？嗨，作者。哇！黐线啊你！我系自己人啊！哇！呢度咪又有恐怖嘢？哎！三二一。咦、欸、他们不打人的真的、欸、魔法阵又回来了。好手多想射他几下。哎呀、啊。这里不会復活嘛作者你。这个位置还復活了这里。我们来到魔法阵又来到。咁我警察去咗边啊？唔通佢先系幕后黑手？
哇！呢、這个唔通系唔射佢就唔喐嘅呢啲系，我觉得冇咁简单。佢一定喺最紧急嘅关头冲出嚟。呢有呢个黑影喺度。想要伤害某个人就要仔细观察，佢终将会暴露弱点。一个人咧或者外表坚强，但系被摧毁弱点就会变得脆弱易伤。呢个提示嚟嘅，要暴仔细观察，佢会露出弱点，跟住就会咧摧毁咗弱点就会脆弱易伤。好似讲紧啲冇用嘅废话一样。边个喺嗰度？唔熟口面嘅你？哦，仲有一个失患者，谢天谢地，失患者，失患者，我唔系生存，你哋都唔系，我哋大家都一样已经死咗啦。我哋死咗，你谂下，你系咪忘记咗好多嘢啊？譬如你失咗意识之前最后一秒，你真系记得？我确实记唔起啊，但系你点知噶？因为我哋都系一样，都系死咗啊嘛，太荒谬啦！你可以咧同我哋一齐行，揾出呢个诡异迷宫嘅出口。但如果你只喺度咧乱咁讲嘢，请你走啊！我同我女咧未死嘅。咁啊，你系佢母亲，你系佢个女啊！我都有母亲，但系我唔知佢而家做紧咩。我死咗之后有冇揾我咧？有冇精神崩溃咧？喺度喊我的天啊！我唔值得有啲咁嘅结局嘅。你哋两个喺度揾紧走呢个世界嘅方式啊！咁我话俾你听，复活仪式系假嘅。我唔知道点解系假嘅，但系佢就系假嘅。我同西。塞西利亞做了完成了這個復活的儀式，但什麼都沒有發生。你知道你嘗試了我消息真的不靈通，但是塞西利亞有發現這個世界是那個邪神的那個組織的製造物，而有些異教徒製造一件可以弱化他的力量的聖物。我的結局要來了，好痛啊，我不要這樣啊，我明明受害了，為什麼要這樣啊？救阿妈，我系安娜。哇！哇！一文不值的战斗黐筋啊你！我黐线点打呢个？哇！咩个蓝色嗰啲？哇！呢个难打我啦，我要收工啦。哎！哇！黐线个塔尖中过去，蓝色。哎呦，他幫我擋了一下是吧？哇，兩張子彈。OK， 應該是射藍色這個位置吧。哇，就打車捉來捉去，黐線的你。哎，有了有了有了。喂，黐线嘅，哎呀，顶住咗呢班友仔，OK， 出嚟啊！哎呀，射射一件先，唔好谂啦喺度。打车咁样喎，点住啊师兄？走开啊你！黐线啊！又出翻啊嗰啲！出嚟！乜嚟个咁激昂嘅战斗音乐嘅话是话？哎呀，计错咗，唉，计错咗，睇错咗，以为上，有时 lock 咗咧，我又唔识，我又唔记得咗自己 lock 咗咧，跟住又开咗枪，唉，顶住咗。
第二形态啊？如果冇第二形态，我就赢嘅呢度可以。如果有第二形态咧，我就可能会输啦呢度。出嚟啦！哎呀，可以好多。哎，得。哇！做咩有啲蝙蝠走出嚟噶？差都差啲撞死我打车，我好想知点解呢个女仔会变咗怪物喎，剧情啊！我系大佬，呢行啊，射咗几多发？差唔多30发射咗。出嚟啦，朋友！知道你嘅真身，一堆护主犬，一堆护主犬同埋士兵喺度挡住我，唔会咁多兵啊，安娜大佬啊！点解有时会自己死嘅？唔系好明。哎呀，又俾只兵顶到。一半嘅，呢度，走先，呢个系持久战嚟嘅，哎，仲未出嚟，哎，停住咗啊嘛，哎呀！打车撞到我，应该一撞到咧，应该即刻 game over。飞，做啊！人去埋呢边先。冇啦，应该扣到咁多血。冇第二形态啦佢，哇唔系话有呢只嘢，大镬啦！对磨咗半秒，出嚟！哎呀，哎，呢个护主犬真系挡到硬一硬。走，出嚟啦！抓入弹。就一发，抓！喂啊！
睇你话 ，Foreman Human 啊，啊，呢个上一世嘅记录系咩？上一世嘅回忆碎片，今夜翻咧又饮到咁醉，马格洛利亚边位嚟噶？又布兰顿，饮酒又系为咗咧应酬，唔饮唔得咩？你哋啲败家，你识条铁咩？应酬你做嘅嘢边有咁多应酬啊？收声啦！可唔可以睇下头家？应该要搵份工啦！你识个屁？你自己系咩啊？赚几多钱咧？就好巴闭啊！唔好忘记我同你本身意外嚟嘅啫。我呢个系咪就系咩二零几室嗰度啊？咁啊，哎呀，黐线！你玩咁耐，跟住原来系主角呢一个作者，唔系呢个角色嘅一个精神病。射佢个灵魂，睇嚟孖啡唔系上限啊！喺上唔系佢120左右，真系识自己死，大声尖叫一踢过，第一次就杀。呢、這个二打好多啊，对比上两只，呢只 boss 应该系最易打嘅。其实当然咧，因为有装备咯，可以话见血点好似短翻招咁样，唔知咧？咦，阿妈去咗揸船啊，揸车啊！虽然连自己个名字都唔记得，但我记得你系个女嚟嘅。安娜唔知道，感觉系头先一直瞓紧啊。而家咧只系一路沿住开出个阵就好啦。OK， 行到后面睇下先。咩事啊？哇！呢啲咪半？喂，拎把枪啊，大佬望咩啊？仲望？咦？点玩啊？呢个方向键意识全自动，咁有趣啊！哇，好玩喎呢个，好过嚟啊！喂，大镬，好快，走啊，走啊，喂！好咩过嚟啊！呢班老哦 ，OK， 原来系有个位俾你射嘅呢度，佢有个位俾你射两射。OK， 系太易玩啦呢、這个，佢俾你直播射，喂，即刻变颜色嘅佢，即刻变咗马山兄弟定咩啊？哇！你好兄弟喎，我行快啲喎呢啲，大镬你俾打下嚟啊！好，冇理啦，睇下先。Okay. 好，顶住，呢只红色高咗好多。OK， 等。哎呦！好，冲！哎呀，俾你打下两下，仲几耐啊？仲未到啊，师兄？喂，白色都嚟埋，咩事啊？我啲白色会好痛啊！射咗白色先。要俾打下，哎，翻打啲，喂咩嚟噶呢个？喂，哇，点搞啊呢个？哇，咩黑影嚟噶？跳鬼啦！红色转色转红色，喂，完啦呢度，呢度完啦呢个剧情，全家福啊，
嘅情殺，必須要死，冇辦法啦喺度。哇，咁長喂，左下角啊，左下角呢幅圖好高清下喎，呢幅圖啊，森林失事地點，喂，呢個森林勁，又係熟悉嘅森林啊，呢個係，嗯，輕機槍喎，有幾輕機法？轻机枪用 8mm 子弹啊，真系用手枪子弹，或者跌到另一边，哇，就咧好，好似好轻松咁啊！我话唔见有人，可能喺第二边跌咗过去啦，完全唔会咧即刻上去救人定点？嗯，魔法阵好似被啲咩力量保护住，冇法用武器破坏，要攞锁匙。强行剧情，熟悉嘅城堡系啊。我哋行埋下一个 safe 啊，差唔多咯。咁啊，呢度冇怪，冇可能。奥斯维尔特雷沃公馆依家闲置，冇办法进入，未经允许不能进入，不能内进。OK OK。嗯 ，T 公馆咯。咁快有我哋下一阵啦，既然咁，呢个系冇乜人，冇咩算系新嘅呢、這个系嘛？睇咩喺度？信号，色狼喺咪度？仲在生啊！太好啦，呢个地方啲信号好差，你母亲冇同我一齐喎。公馆呢、這个地方唔系我估嘅范围，我唔清楚，我印象中冇话有公馆，大镬啦信号。唔系话哇呢个真系犀利呢一度，竟然有影啊！竟然我周围望下啦，再需要副楼锁匙，呢度又系另一 part 嚟噶咯，真系够长呢个 game， 够晒长啊只 game。有 key 咩图？诶呢度依家系咪玩嗰只？我好似生化一嗰啲咁嘅剧情，哇！加埋啲咁嘅黑影，呢、這个作者真系好恶趣味啊！有怪都唔知咯，呢度如果见到有怪嘅话，非常列老旧嘅日历，1998年呢个日期系。应该冇事啊嘛，呢个地方暂时已经见到佢喐紧啦，低能，应该都系跳两下啫。呢啲无头嘅尸体，总感觉咧，如果早啲嚟，会见到啲咩令人童年噩梦嘅嘢。诶、欸，呢条走廊劲熟口面，咁暗嘅呢度，哇！令你接受你系个垃圾呢个事实有几难？点解呢黑影会系咁出现嘅？出面张大系咪有 save？ 好似系头先有本书仔。喂呀！哇！黐筋嘅真系，下埋去原来会嗌啦已经。我知佢系嗰啲就系绿色嗰啲，嗰啲我头先开枪先会喐嗰只啊！大镬啦，我哋差唔多完啦，真系。呢度仲有啲入二楼大厅，哇，劲恐怖啊！呢啲位咩嚟个？我都冇有剑嘅图，唔想睇。啊，可以落翻嚟呢度嘅，系咪呢个啊？我识唔系，我都以为系本身，但系唔系啊，呢、這个唔系 safe。呢度都冇啦，一入去就系头先我暗位，然之后两只丧尸嗰度，要 save 就要出翻去，其实可以出去嘅，冇乜所谓，因为而家都多血啊嘛，都多血嘅 ，OK 嘅 ，save， 好行多5分钟就完啦，呢度开唔到，呢、這个就系啱啱行落嚟嗰条路。呢度冇路行，即系一定要行翻左手面，去翻俾佢咬个位。
哇呀！黐線嗰只嘢真係，係咪有精神病？呢個係咩地方嚟啊？呢度一堆喪屍嘅。OK OK。好，呢度係 safe 啦，呢個係嘛？日記簿嚟，唔係 safe。呢栋洋房咧，亦都系即将要落喺其他人嘅手入面啦。到底由几时开始会变成咁呢？曾经系北美社交圈中心之一嘅特雷沃家族，依家咧竟然咧落得如此下场，喺呢一个咁嘅郊外嘅洋楼度咧度过十年、几十年隐居嘅生活。欧斯维尔咧带人佢由嗰日开始放弃咗所有嘅社交，一直研究啲咩？我试图咧去问佢，但系得到嘅回复就只有冇必要咧令其他人知道嘅答案。前几日开始，我观察到大人有啲不一样嘅举动，佢似乎开始出门咧，同一啲咩人咧进行啲极机密嘅活动。我直觉话俾我听咧，呢件事咧对大人嚟讲应该系好重要，但系同样话都话俾我听，唔需要多问。管家嘅笔记，咁呢个垃圾桶冧咗嘅。讲咩噶？非常古老的 VHS 可以播放录影带，没有录影带。大人，大咩大？有见到有只怪个人嚟，呢个系咩头先嗰个位啊？呢个位就系、是，哎，伊姆莎，我哋今次真系可以完啦，又揾到新嘅 checkpoint 了。大咩大？我叫大人啫，有咩人？好啦，哇！呢、這个 game 都真系几多惊吓位，相信大家今日都应该唔少俾佢吓到啊！应该都俾佢吓咗几次咯，我谂。好似头先都俾佢吓，嗰只绿色嗰只嗰只食人花，俾佢吓咗两次定唔知三次。咁今日直播，今日冇针啊，系啊，冇针啊，今日。应该迟啲先。唱歌，我喉咙爆仲唱歌，仲今日星期三喎、啊，俾我吓到啊，都系啊，俾我就俾嗰啲怪吓到，然之后咧你哋就俾我吓到啊，好合理。哎呀，而家嗰个阿妈已经唔见咗，唔知道去咗边，系幕后黑手嚟嘅。战斗画面风格系咩？战败画面啊！哦，原来是战败画面风格，点样为之战败画面风格啊，师傅？哎，唔想问抌晒添。生命符受到攻击时有机率使其无效化，劲啊呢啲！倍率100，减速100，敏捷12，真有趣呢啲。哇，师傅咗50个啦已经。好啦，咁啊，今日直播就玩住咁多先啦，等下次再玩啦。